们常常带客人的过程，我们去开墙壁的开关，还是我们装潢上面的开关，这样不对。因为开关太多，你记不住啊，你记不住，那是打开关，你就没办法专心跟客人详谈，或者带客人的动线或产生问题。假如手上有遥控器放在口袋，我们就可以一边带客人，一边在做光源的切换。所以我们认为就是新的功能，然后慢慢我们熟悉了，我们就一区一区去开关。然后下一次我换新的一个据点，还是在增建另外一个厂区，我会把水利进去。如果说场地不需要拉线，也不要开关啊，其实只要一个电源总开关那边就可以了。以后上班的时候，开点门，电源里面部分就可以开了。然后其他你需要辅助的话，可以遥控器开。然后下班可能一个动作就全部关掉，就解决了。